大家早安，今天来到了台中，没错，又是台中。因为今天台北的天气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到台中来骑车。然后今天呢，应该是骑力宝乐园那边看那个落羽松。接下来路线我就不知道，就靠他们带。然后又是 Become Kimi 还有麦哥，看看这是谁来了？没有气，没有气，我有啊，我车在那边，自己去拿打气筒。完全没气啊。多久没骑了？哎，真的没气哎，超级没气啊！超久没骑，好久不见。有强哥疏于保养，车也太脏了吧？看不太出来，尴尬啊，尴尬。不行啊，他的中间那个没有带包包，没有带的话，这叫什么去了？贯通走啊！我没有带，没有带，尴尬，尴尬的，真的啦。哎，那边有技师，搞不好多一根，应该不有吗？应该不会有多一根吧？这个不会有啦。尴尬尴尬，既然身上随身带着这个贯通轴，太屌了！刚打完气，一根，那一根在哪？在家。还好你不是打把贯通轴带出来，车子放在家里。真的很该死哎！竟然有救哎！竟然有救啊！不是听人贯通了，是要贯通轴。尴尬。终于得救了，框框终于可以骑车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出发了。好了，正式出发了。刚刚框框说你在回去车上应该会骂爆他，我等下就要骂了，还等回去耶。这个比康小姐等一下又要冲了。没有，今天我慢慢骑的。休闲骑，认真。台中人的话我都不太相信。冲的是后面有一个。昨天查了一下，到力宝乐园的落羽松大道大概是20几公里，不过就是走市区平路这样子，应该会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。不过落羽松那边就是可以拍照。羡慕台中人啊！刚刚比方说，原本是要去力宝乐园的落羽松，不过听说两个山要爬，比较辛苦，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这么劳累，所以改成大村的，也是落羽松，希望不会唬烂我。现在是沿着文心路一直骑。现在好像会稍微调整一下路线，先绕去这个凤山寺，刚好也没有骑过，应该不会太难吧？应该吧？台中人应该不会真的这么狠吧？终于要右转了，学这么长一条，往凤山寺是不是？这个大概直线没什么红绿灯，大概10几公里啊，那么远？对，这一条是很适合电车的路线。台中人真是很辛苦哎，而且这边很多会出没。一些选手哦，对，像什么 Brighton 啊，卢少群，可怕可怕，他们玩多次。上桥了，骑到底之后会到14，是不是在乱画路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吗？真的，然后这边148上来。感觉很可怕。好，继续前往凤山寺，这段路就没什么红绿灯，所以就可以尽情的飙速。但我们不是来轻松骑的吗？奇怪，怎么今天搞起来这么累？今天我真的是负重训练了，前面背着一台 Sony A73 配狙镜 F1.2 的，然后包包里面还有一台哈苏。XED 超重，我现在整个全身超贵的，也超重。这列车终于慢下来了。为什么骑了那么久还没有看到要爬坡的地方？等一下是还有多等一下？等一下就知道了，要转两个弯就知道了。最好是两个弯而已哦。根本没有看到要爬坡的地方，太可怕了。我们是不是又要被台中人骗了？有可能哦。你要慢慢的加温哦。对啊。有没有感觉的感觉？凤山是不会在最后面的那个山吧？有够远的啦。刚刚经过南投县的交界了，
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约南投就好呢？哇，狂狂冲了，我们被骗到南投来了。啊，我们被骗到南投了。对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在南投集合就好了？对，没有，他南投会找一个离云林比较近的地方。哈哈哈哈，南投7公里，我就快到了。我们为什么被骗到南投来了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去南投啊，南投在借彰化啊。什么？先去凤山市，再往彰化方向回去啊，然后就骑到台北。绕一圈啊。对，可以啊。退山路这边开到 7 就要右转，然后应该就是开始爬坡了。闻名已久的凤山市今天终于要来解锁了，听说不会太难，沿途的路段不算陡了，应该是2公里，大概8%的缓爬坡。 Kimi 知道他有多扯吗？他去年初跟我们骑完基隆之后就再也没有骑车了，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跟着我们嘞。啊，骑起来还是会累的，毕竟刚刚骑了30几公里，才到这边开始爬坡。峰顶准备下滑了，原来最上面不是凤山市，要下滑到底之后，再左转大概5公里左右吧，才会到凤山市。等一下左转是凤山寺庙要去啊，然后下滑去鹿尾松，对，不会再去其他地方了吧？再去的话我就断交了，交了。您的左转是在右转。哈哈哈哈。啊，这边上去是凤山寺，我们没有上去，我们往下走，到园林市了。我们今天环了几个县市啊？园林市，终于要往今天的目的地大村前进了。这边要左转的样子。目前骑了46公里了，这个鹿尾松好远啊！彰化路就是这样，看起来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前几次骑的因为北高啊，或是双塔的时候，彰化这边的路段完全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啊。整片都是啊，看到了整片的鹿尾松，到了到了，我以为你要直接 off road 下去。到了到了，这边还有池塘，笑死！我刚刚全都在专注的拍照片，完全忘记要录 GoPro 了。对，就是这边有一块，这个后面都是这个鹿尾松，就还蛮漂亮的。对，那就抓一下光线拍照，那等下照片就会呈现在后面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去吃饭了，不然骑了好久再没吃饭，肚子好饿。蛮漂亮的，真的蛮漂亮的。哇，色调很美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必须要问一下，我们要骑多久？要骑多久才能吃饭？大概5公里。5公里吗？确定哦。5公里的爬坡。5公里爬坡才能。要确定哎。今天刚好拍到好看的照片，尤其我租了这个哈苏的相机。应该是品质保证吧。GPS 小地图，我们该吃完饭还要骑多久？20公里。好，20哦，不要再带我们去其他地方了。不会啊，就徒步啊，回家。花坛乡，今天 CP 值糟糕了，在台中，然后骑到了南投，然后又骑到了彰化，真的是骑好骑慢。我在强哥后面，天风好大，逆风。夜市的路段来了，哎，整路都长得差不多，我的天啊！然后直直很长的一条，到彰化市了。我们要来吃猫鼠面，是一间百年老店哎。我跟你说的怎么样？百年老店。
这边就是招牌，就是猫鼠面，猫鼠双宝面，就是有燕丸和香菇丸。猫鼠面，然后老板娘说，第一代老板属老鼠，所以就叫猫鼠面，鸟气。好了，吃饭了，还有猪脚。嗯，猪脚卤的很嫩，很软，入口即化。吃的好饱啊，要骑大概30公里左右才会到这个洲际棒球场，有点远，有点远，真的有点远，尤其是很跑。棒球场了，终于回来了，感谢招待，感谢招待，下次来台北我们会带你非常精彩的路线啊，我有骑车再说了，等你可以骑车的时候，对，等我可以骑车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去那个红树林，然后说要去石门，但是我们就是绕那个靠一大圈，明明很近，我还要靠一大圈。就是我们要摆，今天应该就是摆方向盘，没有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今天真的是有骑到有练到，骑了80几公里嘛。对啊，85。明明只是看一个落羽松，过去只要20公里而已，来回40，你多一倍。怎么忽然加码？你多一倍哎！加。我下次千万不能相信他，真的不能相信他。骑到我眼睛都花了。哎，对，麦克眼睛都花了，老板油了。对啊，太可怕了，千万不能相信台中人。好啊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了，等一下开车回去，应该会塞车吧？那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